今年是新北市推行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届满40周年，社会局和新北市社工师工会举办第七届闪亮社工表扬活动上，邀请到历任的局长们回到娘家，和新北市长朱立伦一起来见证社工精神接棒与传承。在台北县一路走过来到今天的新北市，走过40年来大家的辛劳努力，我们都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谢谢，一棒接一棒，让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从福利尖兵、专业电机，一直到我们目前的在地关怀、丰厚社区，每一棒都是非常非常辛苦努力，而每一位社工就像我们天使菩萨一样，关怀社会弱势，关怀老人，我们每一项工作都做得非常好，非常谢谢大家。过去40年的日子里，新北市有这一群在社会各个角落守护的社工伙伴，很多紧急时刻让弱势族群或是家庭获得了协助，还有在重大灾难发生时，更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提供受灾民众所需要的资源。而在推行专业社会工作制度40年的重要日子，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历任的社会局长们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时刻，并且是颁奖给闪亮志工的得奖人，谢谢他们就像天使一样守护在身边，提供协助。